就直接开始接赛时间。好，我是陈瑞斌哈，我们有一个饮水地图的社群，他已经努力了一年半，他里面都是高手，高手特别没有空，所以他们就上阵了。今天练康腿，我就起来一下，突然间变台语哈，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跳坑哈。那简单讲啊，多难搞啊哈，我们要自己带水杯。好、哦、啊，走到哪边希望都有水可以喝啦。好、哦、啊，最好是免费的水可以喝。好、哦，因为现在花钱买矿泉水，第一个贵，第二个矿泉水其实也是自来水。好、哦，第三个呢，有些矿泉水不只是自来水，它为了要卫生，还会加一些浓缩的东西，可能还有消毒药水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开钱去淋自来水加这个消毒药水，还不如直接。好，饮水机装水，好、哦、比较 OK。那尤其好，这个背景就简单讲。好，那温金曼哈已经其实已经开始运作了，有1200个这个饮水点已经加进来。哦啊，所以网站上资料也都有。啊，当然咱希望讲会使做了更加好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今天来到这边啊，有几个目的。好、哦，就是说我们的那个页面哈、哦，有点丑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过去唔知啊，吼，跟他一直想讲，没人讲啊，我们要做什么，啊，但是使用者其实没兴趣，哦，大部分使用者他只想要知道说，第一个，我怎么查水点，好、哦，啊，第二个呢，我们希望使用者也可以跳坑，好、哦，跳坑就是说他也可以帮我们一起标水点，或者他走到那边发现那饮水机靠压已经收掉了或者不见了，哦、他可以回报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功能我们希望能够界面功能基本上有啊，但是界面希望能够做得漂亮一点啊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希望好、哦、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好、哦、啊，这个问题有看到，现在一分钟要结束啊，就这些工作好、哦、都在上面有写啊，希望大家一起来跳，跟我们也试着画了一些想象中的 UE 或 UI 啊。但是希望借重大家的经验，好、哦，帮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做得更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栋大楼里面有。